我刚在路上碰到有人在送你之前很想要的那个限量耳机啊，但是我因为急着想要见你，所以我拒绝了。然后，浩浩，掐死你！你们刚说现在没人哦，那我们一起去啊。好哎，那买欢乐送啊，我最想吃炸鸡耶。好像 OK 耶，但我有点想要。哎，宝贝，你怎么都不吃啊？人家要你喂我才会吃，哼！真拿你没办法。 吃嘛！不要，来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蛋糕啊！走开！啊！你妹，她到底是炸还是眼？我就跟她讲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她就不我到底怎样？哦，喂，宝贝，那个泥净湿毛孔清洁，你要怎么用啊？哦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要记得一清二除，三抛光。 第一步之后，先用毛孔深层清洁泥把多余油脂吸出来，再用敏感肌也可以用的粉刺精华溶解小坏坏黑头，最后再使用可以变漂漂的抛光霜就可以喽。那个白痴到底是怎样？他到底是眼睛瞎了吗？我就跟他说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他就不理我，到底是怎样啊？哦，哎呦，这里又没有人，不要害羞嘛。嗯、哦，干什么？又是你。 烦呢。 我好想你哦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怎么可能呢？傻瓜。我们都一样，爱情稍微忧伤。哎，等红灯哦。哦，一个番茄肉酱咖啡。不好意思。一清二除。 三抛光，哇，帅到流口水。嗯，帅不帅？帅啊！当然喽。你怎么腿都马帅？你才是怎样都可爱。